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总。OK， 我的这个光暗鼠今天又回来了。OK， 我们来抽这心愿招募。哎，上一次我抽了这个暗了哈，暗的这个傀儡师，然后我已经有悟空了，所以我这一次就决定抽霸剑了。因为我的暗的应该是用了七七八八了哈，其实我的光也没有恢复到多少。我不要紧啊，看我们有机会抽到嘛。给98次，一天20次的话，应该5天就可以拿到了啦。给10天10，应该是可以拿到第二张了，希望是可以的。啊，我们就开抽吧。OK， 哎呦，回馈是不错的。来，有没有机会一次结结？啊，没有哈，空的。多一点钻石回馈吧。这一百 ，OK， 不要紧，我们再来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出来吗？八剑。哦，不是哈，这是火的啊。好吧，我们就看了。哎，我的这个钱就是这样了，给不多哈，就剩下这样子。其实素材是蛮缺的。光鼠，你看哦，到了，哎，其实还 OK 了，还累积了不少，所以应该要升星不是问题了，应该要升星不是问题，我看等一下再用嘛 ，OK， 再慢慢把它们吃起来吧 ，OK， 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